是买磁带的那一批，长大了，一定。他多少年他不唱啊？但是我很久不唱。不是你的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他的前面所有的 MV 演唱会都是这个，有很多东西我们小时候都会跳，有很多东西是一辈子忘不掉的，不可能忘的。就今天只要你放音乐，我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比出来，就忘不掉的肌肉记忆。初代男团，初代男团。刚才想到了什么？就在想到很多朋友啊，很多朋友。其实你那天你在车上跟我说，你说觉得你曾经走过的这些路，然后呢干过一些事情，然后你只是怀念你的朋友。我其实当时想问，但我没有好意思问。你的朋友现在？我的朋友。是跟你一起走过这些路的朋友，那他们现在有呢？我的朋友。是跟你一起走过这些路的朋友，那他们现在有呢？Sorry. Okay. I knew it. 啊，哥呀。来，我们敬一下朋友，敬一下。还有绿茶吗？来 ，Cheers， 敬朋友，珍惜珍惜，大家珍惜，是，珍惜。哎呀，珍惜呀、啊，珍惜珍惜珍惜。好、嗯，我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朋友，嗯，很幸运，还在的，很幸运。其实每一个人遇到真心的朋友都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说实话，真心的朋友其实非常非常少的。但是小旭，你要知道另一件事情，真心的朋友不代表说他会一辈子在身边陪你长长久久，没有的，很难的。真心的朋友也不一定你们经常能见面，你们可以一直一起走。对，要很多事情是要看缘分，看各种很多很多东西的。哎，又沉重了，来，你唱个朴树的歌来听听吧。不是更沉重吗？来，红哥，来，该红哥唱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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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我们像这样各自走天涯，各自走天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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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想他。其实挺幸运的，我觉得。但至少我有好朋友可以想。对，对吧？至少有好朋友可以想。真的，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几个好朋友。